这台南有一种东西一年只卖三天，它就是冬至包。每逢冬至前后，当地民众就会买来配着汤圆吃。冬至包外形像金元宝，里头包着各式各样的馅料，有高丽菜、香菇、猪肉等。冬至包还能用来祭祖，祈求丰收平安。祭祖一次是以12个为单位，需求量很大。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，有的饼铺全家总动员，几天内包出3500颗冬至包，缅怀我们的祖先，告诉我们祖先，这一年我们也是丰收的。随着天气转凉，台湾的火锅市场也有了新变化，麻油、药膳等养生汤底备受青睐。业者不仅增加食材储备，还推出新汤底和优惠活动来抢客。养生或者是温补的汤底，较平常的点餐率呢，大概是多了2层到3层左右。赏雪泡温泉也是打开冬天的惬意方式。宜兰太平山一大早就挤满前来追雪的民众，山脚的周之泽温泉成为了他们的补给站。许多民众泡着露天温泉，在地热区现煮东西暖身。寒流就是要来泡汤啊，因为我们上次来的时候煮那个橘子很好吃啊，煮下去可以润肺。据了解，周之泽温泉泉水呈现梦幻的淡蓝色与乳白色，四周群山环绕，绿意盎然，被称作台版的冰岛蓝湖温泉，是岛内游客泡温泉的首选之一。